小朋友们早上好，张老师今天要做新的视频给你们看。老师想要复习我们已经学的动物，是什么动物呢？你们想要看看吗？来，老师给你们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哒啦！哇，这里有什么动物呢？看看，第一个，老师先给你们看这个。这是一只老鼠吗？这是一只老鼠吗？对，这是一只老鼠。老鼠，来，我们开开。哇，好看吗？对了，这个是一只老鼠。老鼠带了什么？老鼠带了气势，气势是 cheese 呀，奶酪。cheese 是因为老鼠喜欢吃。其实呀 ，mouse like to eat cheese。这个是老鼠，老鼠。哦，你们看看这里，这个是老鼠的嘴巴，它的鼻子呀。它的脸这样子是很长的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呀。这个是老鼠，然后老师看看，你们踩一踩看，里面是什么动物呢？是什么？看到吗？啊？来，我们看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也是已经学了这个动物，这个动物很喜欢在冷的地方，这个叫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吗？老师已经教你们了。对，你们猜的对，这个是企鹅。企鹅，企鹅是 penguin 呀，企鹅。看看企鹅的嘴巴很长，这个是企鹅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在里面，我们要再打开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里面是什么？那要不要看？哦，这个动物的声音是呜呜啊啊，呜呜啊啊，咦咦咦咦咦咦，这样子，你们知道对不对？你们肯定知道的。来，我们看看。来，我们一起开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对了，这个是猴子。猴子，看猴子的什么很长？猴子的什么？猴子的尾巴。看猴子的尾巴很长。这个是猴子。猴子，然后张老师要打开，张老师要再打开，你们看看里面是什么？哇！你们看，这个是蛇，我们没有学的，现在张老师教你们，这个是蛇，蛇，蛇是 snake， 蛇，看。蛇很长，蛇的身体很长呀，蛇有很长的身体呀。 snake has a long body， 看看它的身体很长，这个叫蛇。蛇的声音是怎么样？这样子，那个是蛇呀。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你们想要看看吗？哦，里面是什么？看看，喏，看到吗？里面是什么？哦，看到吗？老师给你们看看。来，我们数一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
们还记得吗？这是什么？对了，这个是大象。大象，大象是 elephant。然后大象有长长的鼻子，对不对？看，大象的鼻子很长。到这里，这个是大象。哦，你们可以看到吗？大象，大象呀，这个是大象。关一下，变成蛇。看，蛇，然后再关，变成猴子，猴子的尾巴，然后再关，变成企鹅，然后再关，我们可以看到老鼠，老鼠，要再看吗？要再看，老师给你们看，这个是老鼠，对不对？老鼠，然后老师打开企鹅。然后老师打开猴子，然后老师再打开蛇，然后老师再打开大象，可以看到吗？张老师放远一点，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是大象，耶！现在老师关，然后还有一个。还有一本书，哦，刚才我们看了这个老鼠，现在我们看，这是一只小猫吗？喵喵喵，这个是不是小猫？对呀，这个不是狗，这个是小猫。猫，猫的声音怎么样？喵喵喵呀。这个是猫，来，你们要不要看这个本？这个书本也是很好看，这一本也是很好看。来，老师给你们看看，哦，很可爱的小猫。这个是猫，猫，看，猫有耳朵，猫有眼睛，猫有鼻子，猫有嘴巴，猫有胡子，嗯，然后猫也有什么？也有什么？这个叫尾巴，尾巴 tail at god 呀，尾巴，这个是猫的尾巴呀，这个是猫的耳朵。来，我们看看，这个是不是后面是不是猫？哦，不是，不是猫，你们看看后面，哦，是什么那个？想要看看吗？老师打开给你们看好吗？老师打开，哇，哈哈哈，这个是小鸭，这个是鸭，看鸭的嘴巴很长，鸭的嘴巴是硬硬的。卷卷的鸭打针呀呀，这个是鸭，鸭鸭的声音怎么样？呱呱呱呱呀，那个是鸭。鸭是什么颜色？鸭是黄色，然后鸭的嘴巴是橙色呀，这个是鸭。然后呢，下一个动物是什么？你们想要看吗？哦，那个是什么？这里有草，这里有草，这是什么呢？你们想要看看吗？老师给你们看，哇，这个是一只鸟，这个是一只鸟，看，哦，这个鸟有翅膀，翅膀是wings 呀，wings 翅膀，
知道吗？翅膀，所以它会飞，鸟会飞飞飞这样子，飞飞飞，因为它有翅膀呀，这样子，你们会吗？你们的大拇指和大拇指连在一起，然后打开你们的手指，然后这样子飞飞飞飞飞飞飞，好像鸟，鸟呀，看鸟有翅膀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打开后面是什么？看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我们没有学这个，张老师教你们。现在老师告诉你们，这个叫鱿鱼，鱿鱼，鱿鱼是 squid， 猪咪猪咪呀 ，squid 鱿鱼，你们看，鱿鱼，鱿鱼都猪咪猪咪呀 ，squid 呀，鱿鱼，看很长，它的身体很长，呀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，我们，你们要不要打开看？这个是最后一个哦，可以看到吗？哇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一本书很好看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也是一只鸟，小朋友们看看，这个也是一只鸟，可是它的嘴巴很大，看，这个鸟的嘴巴很大，这个叫大嘴鸟，因为它的嘴巴很大，所以它叫大嘴鸟呀。它的英文叫 Dugong， Dugong 呀， Dugong 就是大嘴鸟，因为它的嘴巴很大呀。然后这个是鱿鱼，鱿鱼 squid， 然后这个是鸟，这个鸟叫鹦鹉 parrot， parrot 呀，它的英文叫 parrot， parrot 是鹦鹉。然后这个是鸭，鸭，然后这个是喵喵，这个是猫呀，这个是猫。来，张老师再打开给你们看，这个是一只猫，这个是一只鸭，这个是鹦鹉 parrot 呀，然后再打开，这个是鱿鱼 squid 鱿鱼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大嘴鸟，大嘴鸟呀 dugong。耶！来，我们关一下鱿鱼、鹦鹉、鸭、猫。好了，所以今天老师已经复习用这个两本书。耶，很好，小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动物最后一个课呀。然后下一个月你们要。下一个月，对，就是新的学期，就是要学交通，交通是 transportation 呀，好吗？好，张老师先到这里，你们已经学了很多动物，你们不要忘记，好吗？好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常常说中文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小朋友们，再见，拜拜。